碧兰树，碧兰树，碧兰树，它会开花。而且开花的时候，这我们专任办公室就很香。哦、真的、哦。对啊，像我们那棵是尤加利树。对，在那个摄影台上方是尤加利树啊。哦。大叶桉。学校的整个生态环境非常的丰富，像我们的肯氏南洋山跟我们的小叶懒人也都是我们在这个喜鹊啊、黑冠麻鹭，他们也都筑巢在这个上方。那因为古亭国中我们的校舍呈口字形，对，所以在整个生态环境上面也可以避免说像台风有一些比较重大的干扰，所以生态环境呢是非常的丰富。那我们也结合生态环境进行我们讲的这个课程的设计，让孩子有定向越野，然后生态记录，那也结合诗文相关的创作。哇，好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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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督促。